右侧，左右右侧，右上臂，肩膀处啊，肩膀处，肩膀处啊，刚才，说到，那个肺炎啊，然后，转一下子啊，回家走，回家走啊，家走那边还有一个大师啊，还有大师，那边正在过滤海水，正在过滤，过滤海水啊，接下来有一段时间。温度又要降啊，温度又要降啊，可能那边还有一点事情要传递啊，过滤海水啊，要把那个太平洋的海水要把它那个变淡啊，把那个膜形成的腥味要把它去掉，所以呢，那个飞碟啊，现在那个加州那边靠着加州比较近的地方，然后就让外面。再往外面啊，在外面啊，直到中国那边的东海边啊，这个都要清理一遍啊，都要清理一遍，清理一遍，然后这里面要把它连起来啊，要把连起来啊，中国那边好像是上海附近，这一片上海到附近这一片。同美国之间，都要天桥啊，天桥连起来啊，都要天桥连起来，都要天桥连起来，所以呢，接下来，中间，在那边也是一个中间啊，那边也是一个中间啊，这边是改造自然，这边是现在是被传播消息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就是接触了加害啊，那这一次是做准备工作啊，做准备工作，这样呢，两边都安排好了啊，车也准备好了，车牌也准备好了啊。接下来有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，就随时可以做起来啊，提高了效率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